来到我们全台湾最漂亮的文胜里公园。文胜里这个地方呢最漂亮的这个舞台呢，是我看过台湾目前最漂亮的欧式的舞台，大家说是不是啊？感谢您今天的莅临啊，我也代表呢阿碧雅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曾培雅议员我一样姓曾，但是呢不是他的亲朋好友但是是我也很欣赏的阿美姐，她对我们地方呢热心服务她就是谦虚温暖我们东区最好的议员，大家再给她支持好不好？那我先为东区的朋友呢带来这一首是小野丽莎的一首拉丁抒情爵士音乐。那今天有准备非常多的国台语还有西洋老歌来陪伴大家先为了大家呢来演奏这一首叫做 I wish you love。
我们要带来是两首波玛利亚乐团的经典，第一首呢叫 Penelope， 第二首呢叫做沙巴女王。我们就在中秋夜呢分享的欧美最棒的音乐，配合我们文胜里最好的舞台，大家掌声鼓励。